上对应的每一个汉字行都有汉字高。然后呢，这后面这几条自动生产线。就是这边呢，可以装上很多的元器件，这元器件个头很小的，就是咱说比芝麻粒还小，自动装。然后这些元器件装上以后呢，电路板从这边经过的时候，在这个位置停留，它本身是一台计算机啊，就是咱说的一个机器人，它会取这个元器件，同时贴到相应的位置上。这些器件少，我们人手操作都没事，因为比较多，比如说一块电脑主板。是吧？器件又小又多，人汗，第一是不容易，第二容易出错啊，所以用它能够实现一个自动化的生产。到生产线到这边来以后，它一个自动的回流阀这样一个设备，这个设备里头它加热，把刚才贴上有汗一道的元器件通过加温让它融化，最后焊接从里边出来，就实现一块电路板的贴装。像这样一块电路板，如果我们手动焊的话，一般是得一两个小时以上，如果用这台设备看的话，大概就是几十秒钟就是一块，这个速度就明显就快多了，而且准确率非常高。